的也很好。好的，那大家就慢慢看，然后边听我讲。然后我在演讲的时候，其实有两个很大原则，我都会先跟大家说。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除了录影的，就是这主办单位录影之外，那个笔和纸啊，然后录音笔都可以收起来，因为你们不会再回去翻。然后第二件事是就是我先说，就是不要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，所以就是很欢迎你们在，就是如果有想到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挑战我，没有关系。对 ，OK，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标题，我下了标题。那我很喜欢就是这句话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在庸庸碌碌的人生当中，很多时候会忘记，就是自己就是身边可能最爱的人、最爱的事情、最爱的就是一切。那只是为了 OK， 我要活下去，所以我要工作，我要念书，我要过个好人生，然后就是那。这些东西真的是你大家想要的吗？那这要怎么用呢？这个哦 ，OK， 那就是其实就是这身边的这一切，就是关于家园、关于生活，那还有关于我们所谓文化。那尤其像现在就是文创正夯，就是大家都会提到文创，感觉文创很赚钱，但是实际上 bullshit， 文创真的超赔钱的。那先回头过来想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到底什么是文化？有人可以回答我吗？你们想象中文化是什么？都没有。人类一切活动的文化。人类一切活动的文化，还有吗？一种价值观。一种价值观，还有吗？器官制度，好，很好。其实这一切，我们总归一句话。文化的来源就是过去生活经验所累积而成的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其实很空泛、很抽象，你不知道这个文化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“文化”这两个字到底代表什么，因为它根本其实也不代表什么，它就是一种生活经验累积。So， 接下来就是我想要跟大家提的，为什么会想要提到这件事呢？因为其实我的身份很奇怪，就是。简单来说呢，大家现在把我当个媒体人，但是其实我根本不是媒体人，我八竿子跟媒体搭不上关系。对，那其实我只是觉得，就是在我心目中，我想要解决问题有两个，就我这辈子一定很非常非常想要解决，就是台湾的教育问题跟媒体问题。但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为什么会想要解决这两个呢？因为现在你去仔细思考，台湾发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所有争执、所有争吵，为什么最后都没有结果？是因为其实我们从小的教育训练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套逻辑思考、标准答案，全部的东西都一样，把你变成每个人都变成一样的罐头，出来刚刚好一模一样，味道一模一样，变成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可是事实上，人类社会真的是大家都一模一样吗 ？No， 我们光基因就从小到大就不一样，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，每个人思考的事情也不一样。我讲的是，我觉得我是对的。但你可能觉得不是 ，so， 这个问题让我致使，就是让我想要创办这份刊物，然后也很幸运的有过去有几位，就是包括我们的总编辑赵浩宏，然后我们的就是发行人，就是现在负责我们整个资讯架构的白嘉宇，然后还有就是在美术编辑有一点天分的，就是苏胜维。那刚好遇到之后呢，就是大家觉得 OK， 我们可以来做一件事，那这件事情。名义上是媒体，可是实际上是一个精神，是一个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，从根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式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也不用太多说，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在舞台上 present 就是三堂课给大家看的人。那因为要养这支媒体，所以就是我动员了自己的一点力量，就是我本人毕业的科系其实是合作经济学系。有多少人听过合作经济学系？知道合作经济学的概念是什么吗？合作经济是那种合作社。对，其实它是一个介于就是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中间底下的一个产物。那这个产物是什么呢？这个产物其实是
集结所有弱势的人的力量，来解决大家的生计。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其实你提到很好，就是福利社。那其实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好了，我提到一个东西，我很常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叫生产合作社。那所谓生产合作社，就是当譬如说我们在场这13位、15位朋友，我们都是农人，我们都很穷农人，我们一人只有一分地，但是我们加起来多少分？我们有15分地，那我们可以分配工作，可以。那我们可以共同投资，可以。那这个投资的比例额又是按照就是每一个人的人头来算，跟公司都不一样。公司有所谓大小股东的董事会，对，有小股东。那我们大家如果当股份一模一样的时候，赚的钱就会一模一样。所以就是我在这份刊物里面，我运用很多就是合作经济学相关的精神，就是 OK， 我们都是资讯取得弱势者，我们没有媒体话语权，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媒体人。好，那就是关于就是萨拉克这一系列的东西，就是关于我把它当作一个是我自己的创业计划，但是它其实算是一个非营利组织，我并没有让它赚钱的意思。那很多啦，包括我从小到大的家里给我的业务训练，然后包括国外的经历，在国外美国打工、美国实习，在欧洲交换学生，在中国大陆实习大概8次到10次，然后到世界各国去，大概现在已经走了80几个城市。那累积下来的就是生命历程，然后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对社会有帮助。那我们做了什么呢？就是大家这样简报看得清楚吗？可以哈。那就是这些大家看看就好。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，其实很多事情我喜欢抓大原则，我不喜欢处理小细节的东西。那这些大原则是什么呢？大家会说台湾，大家会说，仔细回想一下，你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会说，台湾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哪？是什么？台湾相对于国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？很好，人情味。可是呢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哦，大家在论述台北市跟其他县市的时候，怎么论述的 ？Why？为什么？大家不是在国外的时候洋洋洒洒说哦，台湾就是很人情味很棒、很屌、很厉害。结果嘞，回来台湾自己怎么做？哦、台北市人好冷哦，算了，我也不要理他。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歧视与被歧视的心理，让整个台湾变得很奇怪，而且很容易产生争执。那所以就是在这些当中呢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其实它是有一个流程在的。譬如说，第一个，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先切入居民的生活，我们先跟居民聊天、对谈，从居民身上挖东西、挖宝。再来 ，OK， 回来有一些素材跟我们记者群们讨论，讨论完的东西可以开始执笔、开始写、开始采访。那采访完之后，当然会有进入就是所谓的就是教一教二教三教到文编美编，那一直到印刷出版。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做的，我们不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只有 focus on 某一块，谁谁谁只会写文章，谁谁谁只会去跑店家，谁谁谁只会去就是做网络宣传、网络形象的东西。那、no,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大精神的面出发，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大家会觉得就是这样子，你们看到这样子，但是其实不是，是整个团队就是每个人都在做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。那其实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？就是其实，就你想象中的家乡是什么？你想象中的台湾是什么？你想象中的历史代表的是什么？你想象中的学习又是什么？然后，关于这一点，我想要讲到，就是我想要提到最重要，因为其实时间不太够。那我想要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是教育。其实媒体也肩负了所谓社会教育的责任，就跟刚刚就是前面几位都有提到的。而这一点是完全被忽视的，然后我们的教改越改越烂，然后让我们大家都为什么？你看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变成没有选择？有人知道答案吗？有人知道答案？为什么大家不会选择新闻？大家都质疑啊，我们现在都会质疑，新闻那么烂，你不要看什么之类的。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不懂得选择？
没有人想过这件事。告诉你们一个答案，就是学校教育出的问题。我们习惯听老师说，我们习惯听长辈说，我们就算听谁谁谁说，所以我说的就是谁谁谁跟我说。所以我们也习惯出了社会，我们就自然而然，我们就听新闻说，懂吗？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做思考这件事情。所以他这整个计划其实一脉相承，我们把学生年轻人推出去，推出学校之后，收集回来的东西反馈给社区民众。告诉大家，你们家有这么多东西。很多人一开始第一个质疑我们的问题：三峡有那么多好东西可以写吗 ？OK， 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事实上就是有这么多东西。我们家里就剩大家可能觉得偏乡花莲、台东、云林、苗栗，可能没有东西，但其实是东西一大堆。就只要我们每个人可以，就是针对每一个自己的家乡，去帮自己家乡写一些东西，记录一些东西。其实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好，变得很好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其实所谓的家乡的概念，所谓国家的概念，先有家后有国，所有东西都从在地共识跟在地凝聚开始，至少是从我跟你认识开始嘛，从我们家跟你们家认识开始嘛，从这个里跟那个里认识开始嘛，然后最终它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圈圈，而且很扎实的圈圈。对啊，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其实，在我的家乡就是台南，要出国或者是要出远门、要出差什么之类也没有问题，请邻居帮忙顾个门就好了。那结果在台北的可能因为建筑体的关系，所以就是我们跟邻居疏远了。那其实这不是借口，因为像我就曾经我自己就发起一个就是很有趣的活动，就是我跟室友讲说，我们接下来呢。我们在电梯里面，只要遇到人，就是先跟他打招呼。你知道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。据统计，我们的人次大概是100多个样本数，将近70%的民众是，如果你先跟他打招呼，他会先跟你聊天。信不信？去试试看。这就是人，其实那个温度还在，只是大家都忘记了要选择要去当那个点火的人。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件事，然后我们也诚挚的希望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回家做一样的事情的话，请期待我们把这套模式建立完成。因为包括现在，其实我们在建立的东西是，我可以很简单跟各位讲，我们要把这份知识，因为它算是我们的 open source， 我们把这份知识无权转让给我们不用任何授权费转让给国中小老师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直接进国中小带小朋友们走出来看看。因为事实上，也只有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之后，他会回家做一样的事情。那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希望透过，因为大家刚刚都提到，我相信待会有人问我赚钱的问题。那赚钱问题其实是这样子，我们觉得就是当这个实体社群建构完成，我们要肩负教育大家习惯要对于知识付费这件事情，又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跟原本店家的关系，跟在地企业的关系。说服他们，你赞助我，但是我不会帮你做任何露出。哎，不要怀疑哦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不帮你做任何露出，但是你给我钱，很难想象吧？可是这就是家的力量。为什么？信任。这些人觉得你做得到，所以愿意给你钱。甚至我们有时候是拒绝店家给我们钱，为什么？很奇怪吧？因为店家可能给我们一次钱是2000块、3000块，可是他究竟要卖多少碗面，卖多少份咸酥鸡，他只能赚到这2000块、3000块。No， 我们只拿给得起的人钱，可能是企业，他可能本来就要抵税，可能是公家机关，他本来就有预算要核销，可能是狮子会、胡伦社，他本来就有这笔爱心的捐款要捐给大家。那就是其实就是后面都是一些经历的东西了，就是大家就是随意看看就好，就是就我们一路走来的样子，就是其实很跌跌撞撞，因为我们四个其实没有任何的就是媒体相关经验，那就是障碍其实很多，因为媒体你会横向连接很快，所以你会遇到派系，你会遇到资金的问题，你会遇到冲突，你会遇到。你觉得朱立伦
你觉得朱立伦骗人，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，很难过。然后守了两年半的古迹被拆，守不下。然后殡葬园区硬就是要盖在那边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，那只能从一个很旁观者的角度，我们就特别为了他写了一个特辑。这件事是要被留下来的，我就看后代子孙会怎么样看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其实它也是文化一部分，就算是我们守不下来，当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记录的，而这些记录可能从来没有人观察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其实讲到这个，又要讲到刚刚就是各位都有提到很严重的问题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最重要的，给大家一点小常识。我记得我在2012年、2011年的数据，大家可以猜测一下，三大主流平台，就是媒体平台，电视、报纸、杂志，年度的总收益比例上来说，谁是他最大的金主？谁是他最大的客户？房地产。企业是哪一类？房地产通常跟哪一类企业有关系？金融。啊，对了，金融，这个都跟泛指财团。财团贡献给这些主流媒体的比例上面是6×5。第二名是谁？我们成天在抗议的对象。政府，政府贡献2×1。好，总共多少了？8×6。OK， 8×6在政府跟财团的手上，所以你要。